Hello， 大家好。咁今日咧又嚟抽呢个武将啊，事不宜迟，借嚟呢个卅连抽。咁啊，双城好，快啲嚟，快啲嚟。今次嘅目标咧就系金帝名将嚟，歼灭金帝名将。即系我最想要系许褚或者系呢个张飞啊，因为呢两个名将咧都系出名高，哇，力技高攻嘅系。喂，大佬，你真系出名许褚，但系三仔都同喎，大佬俾只，喂，我真系好想要个金底名将玩下，即系而家已经系有只六星，然之后所有关都打到，但系即系想唔想再玩少少嗰啲，唔想再玩平民将，想玩啲名将。Give me the 许褚死肥猪出嚟啊！呢个肥猪出嚟啊！太史之顶，喂，又喺个基佬李典喎，呢个李典真系下下都出，仲要系金底，黐线嘅呢条友真系，呢条友金底系咁出，即系太史慈嘅平民啦，张呢、這个张合系咪点读？张合系嘛？唔识啊，呢个应该系应该唔系平民将嚟，我估应该系呢个要抽嘅，咁啊，雕蝉我用紧 OK 啊，呢个我都谂住升呢、這个，因为佢你知因为我想练一个比较性感嘅女角，呢、這个应该唔错。佢招大技咧，佢嗰招无双技咧，佢招 hit 数系好高，高到夸张嘅。所以有时候你打呢个三星咧，就如果带佢嘅话，几好用嘅。许褚，定朱颜，马超国家周坛，定。顶！喂，卅抽死晒，你仆街死晒，全部都，唉，顶！国家、曹仁、关平、周泰、许褚有三只，我几高兴嘅，有四只，即系四只就够噶啦，四只之后，然之后升到五星。然後主角五隻五星爆上去就四十幾人點嘅，我就係爭一隻金底嘅許褚，金底我無論你一星又好兩星又好，總之俾金底我，然後我星爆佢老母，升到上太空，升到高潮，唉，我冇一個金底，好想要一個金底嘅名將。其實我以前抽過一隻金底嘅黃元基嘅。但系我食嗰阵时咧，即系升级咧，唔小心食咗佢，俾翻只望远机嘛。即系从此以后咧，唔知系为咗惩罚我，然之后我从来都未抽过名将啊。金我呢个银底，我唔中意银底嗰条，即系望远机，唉，睇到嬲，因为佢个样好似貂蝉嗰啲咧，我真系直接食咗，我睇唔出，你要认住个样先得。定住个样，呢条友系唯一一个女仔，唯一一个女角色，然之后系名将嚟嘅。好，系咁，拜。Bye